你是谁？虽然你不记得我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你。我们是在1965年8月9日结婚。你喜欢喝果啤和吃油炸桂。你不喜欢吃陶粿，肉酱是你的最爱。你的名字是鼻灰，我是阿浩。你喜欢吃艾斯卡酱，每次当你吃艾斯卡酱的时候，你喜欢听音乐。你是谁？你不会累啊？